Hello，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二万 SE Rise， 我是 Rise 姚晨，我是 Rise 任豪。作为一个重庆人，已经征服了北京三个山头，还有内蒙古一个火山，可以透露一下接下来想征服的山头吗？波波山，波波山上摘波波。这山已经塌了。这是野哥过年的时候，我们叫他发红包，然后他在群里面上，波波山上摘波波。给 Rise 吃波波，他就给我们发那个语音。那你已经挑战了跳伞火山，感觉如何？荣获新生的那种感觉，对，每次一去一个就感觉人间值得。近期还想去挑战什么运动？也不是去挑战这种运动吧，就是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对，让生活更加的丰富一点。追龙卷风和亚马逊钓食人鱼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反正这一辈子里面会抽时间去完成它，对。如果这样行动的时候会带朋友们一起去吗？去不去追龙卷风？你听我头发弄在后面的心。你不是想去？他想去喂鲨鱼，你喂鲨鱼都去了，龙卷风你也没追啊？对啊，追个喂了，中国很难见的龙卷风。对，粉丝们都说想看你带芳姐一起去测试那个风量几级。芳姐被冒犯。可以分别模仿一下妈妈粉、妹妹粉、女友粉见到你时候的反应吗？假如说我是你来见到我了，哇，姚晨多穿点，哇哦，哥哥多穿点，哇哦，晨晨多穿点。看了小弟视频里你小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说爬山、潜水、骑马、擦胡油果然要从娃娃抓起，对此你怎么看？我觉得从现在抓起也来得及，只要如果你想去你都可以去的。国子监拍戏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经历想和大家分享呢？因为真的都还行，挺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剧组呢，就是大家非常友好，然后有很多四川人，也是很多四川人，然后就大家就经常去聊天呢、啊，然后去给别人带很多吃的呀，然后都是那种各种好玩的东西嘛，然后经常片场讲笑话，然后那个导演就很生气，每次我们一眼就因为会想到之前讲的那个笑话，然后就会笑场，然后那个导演就每次都很无奈，但是就是整个片氛围是很好的。那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就我觉得这整个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吧，然后也有很多戏很好的演员在里面。我的角色嘛，就是非常痴情，然后又非常的有谋略，就是他会去为他今后的一些就做很多的谋划，就是有钱了，对，就。是特有特殊技能吗？没有特殊技能，他就是。就钱多。他其实他钱不多，我觉得他只是就是说后来他。当官了嘛，就钱多了。刚拍了一部古装剧，那你将来会选择挑战一些什么类型的影视作品呢？我觉得人有很多的可能吧，然后也需要去经历不同的挑战嘛。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因为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因为我说实话，拍戏的经验也不是那么多。虽然热爱，但是一个我们现在编的团里面，就更多时间是服务在舞台上的。对，所以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当然我愿意去尝试很多自己想要去。或者说我们之前没有机会去办到的一些角色。有没有很想尝试的角色类型？警察呀、飞行员啊、消防员啥的。上次和让让两个人除了一起挑战火鸡面、出去滑雪，还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吗？钓鱼啊，就去钓一会儿鱼，因为那会儿也在疫情期间嘛，对，出门还是不太方便，所以就还是没怎么往外跑。摩托车钥匙是不是丢过？没有，我找着了，就在包里没掉。那最近还有自己莫名其妙丢了什么东西的经历吗？有。那个耳钉没了，又找不到了。哦，我的耳钉，你回家也找不着了。我回家也找不到了。我们都知道两个人都是第二次来我们的额外惊喜了。还记得上一次印象最深的一个环节吗？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面的？我没跟你来这儿，我后面来的。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刘谦老师变的魔术，但是没整明白，回去整了一下，还是没整明白。我上次来这里，喝水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也是变魔术，对，自己失误了，是吧？好像失误，我没失误啊。哦，没有，没失误，对吧？对，没失误嘛。对，其实每次来这边，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刘谦老师变的魔术吧，额外的惊喜，对，额外的惊喜。如果让你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和对方，你觉得你们更像哪种动物呢？雕吗？哎，我想的也是哈库纳，说实话，对，他有只宠物，就是那个哈库纳，就是雕。陶总像缅因猫，
那种短发的，哎，缅因猫是长头发的，但是把它的长头发剪短。我像鲨鱼，怎么跟变缅因猫了？你怎么鲨鱼变成鲨鱼小子？我是干锅鲨，干锅鲨鱼，泡椒鲨鱼，泡椒鲨鱼，对，干锅鲨的鱼，鲨那个鱼，我们干锅鱼怎么了？又不是鲨鱼。姚老师作为 vlog 能力者，对刚刚开始拍摄的新人郝总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吗？就是拍的时候尽量不需要什么台本，跟着心情走就行了，拍出来的 vlog 就是精品。我也是这样的呀，是吧？我拍出来也不是什么精品，你得自己拍，你知道吗？我也是自己拍的，我每次拿着手机拍，拍出来跟啥一样。你打开你的手机，有个 4K 60帧，你知道吗？啊，对对，这个你给我说过。拍出去平滑很多，哦，他直接开发新大陆了。对，哇，这个手机还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手，我说每次我手机拍就糊糊的，然后就擦那个镜头，然后我拿到外面去洗，然后还收我钱，就说我镜头脏，其实很干净的镜头，我也不知道哪里脏。那天在新疆，对，去拍那风景兄弟，都没用 4K 六十五一条，哇，对，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之前任豪说过和姚晨喜欢的运动很相似，那两个人除了一起健身跳伞，还想要一起去做什么别的运动吗？我们现在有在去上那个拳击课嘛，那这个东西又不能两个人就是互打，对对对，就是只能上课。对，微博互动评论说打吐了是吗？我去打吐了，我打吐了。是俩人互相打吗？没有没有，就是你们如果有做这样的很强度的这种无氧练习跟无氧练习结合的话，其实人就是会吐的。就如果你们躺在床上，就光是做俯卧撑这种，不会吐的。对，是不会吐的。就是真的去做这种有氧跟无氧的时候，就人会有，就胃痉挛嘛，这个叫胃痉挛，然后就会吐。打到就感觉自己吃了黑蒜一样。对，翻江倒海的感觉。那种感觉。给想要打拳的朋友一些建议吧。我们打那个拳也不是专业的拳，我们就是学习左、右、右、左，不左、右、左，就基本套招。基本套路就是基本套招。前段时间有一次作为学长探班创造营2021的弟弟嘛，时隔两年已经是另外一种身份和心境了，可以谈谈感受吗？好像大家都挺累的去里面，但是呢他们那个地方伙食确实比我们好，然后还有各种运动的地方，这些都是羡慕不来的。篮球场，对，然后今年呢选手也是非常的 international， 非常的国际化。 Yes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同上加一吧，我也这么想。那可以评价一下创造营2021的主题曲吗？这个舞会相对不叫难，它就是别一些，它的动作会比较别，就每一个主题曲都不一样嘛，对，风格都不一样，然后但是都是积极向上的，然后也是这样青春阳光正能量。Yes Yes Yes。 有人说这个主题曲跳完像减肥操，我们那个也可以像减肥操是吧，放大动作还有人说像球里的螃蟹，徐天奇，徐天奇说的，我们那个是放在锅里的螃蟹，我们那个像，我们那个啥也不像，不是，就是舞蹈，正常舞蹈。替粉丝们问一个湖人世界的未解之谜吧，为什么每次团采时野哥一发言，大家都会笑呢？为什么？你也不知道。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也不太知道，我是跟着那些笑的人在笑，我也跟着旁边人笑的，就我要不笑的话写的好像格格不入，旁边一起笑一下，但我真不知道，还就有时候就是不是因为野哥搞笑，而是因为旁边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就是一个纯的一些人在里面笑，他看着看着就跟着那个视频笑，我反正有，就那个那些各种奇怪的笑声。那个梦到姚春，一起家梦到张琪，梦到夏志光，赵磊，任豪，梦到自己，刘爷。你不要大团装小团装混在一起行不行？能不能分开？你骑着鸵鸟吗？就是那马都没骑。你要给何洛洛放出去啊！你得给何洛把这句话放出去啊！你到时候就说是这个节目，这题两个人都没猜对，前面后面一半，那猜对前面一半。吓我一跳，猜完了没人了，我没。好像是我忽悠他去。你在串题啊？你这个串题了好吗？我是真没看题，我也不知道。我发誓，他没给答案。这种话只有三个字的人。3、2、1，那是对我的惩罚吧？男人的教跟女人的教不一样。